苦啊，有真多的烦恼啊，不只是凡夫有烦恼，其实佛啊都有救路。佛陀呢，哪怕是成佛啊，以勇立尽啊，同样要受报啊。所以在成佛的过程中，不管是大自然的环境，或者经过的人事，或者是呢最基础的生活，顶顶都是受尽真多的困难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佛陀第一个困扰伊的烦恼，也是碰到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呢，这是伊六年经过苦行中啊，真多人事物、生活上顶顶的困扰。第二个烦恼啊，那就是烦智力，叫做顺道理来诽谤佛陀参加伊的僧团，这些佛陀呢也会烦恼困扰无中生有的代志。这应该呢就要来讲到佛陀伊伫个迄个乐观的所在，伫遐集中啊，伫咧修行。但是呢，迄当阵印度拄好是佛陀伊生活无偌久，真侪人啊都会当接受到佛陀的教育。所以不管是国王大臣啊，或者是社会俗女，大家人都是真正仰慕的佛陀，所以皈依啊、接受佛教啊的人都多了。但是呢，就有其他的宗教，因为呢，在印度佛的时代呢，那当中的宗教啊，是一个真复杂、宗教复杂的社会，所以其他的异教徒心生嫉妒。其中呢，这位梵智力，这是其中宗教之一。这个梵智力啊，伊呢，就是啊，假着怀孕啊，巴肚啊，去啊，目着迄种古早人讲不雅，那目个辛苦哩呢，对啊，迄、那个。城市到处呢，就去甲大家人讲，讲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是不清净啊，佛啦，其他嘛，伊向我一直讲伊的教法，来宣导伊的教法。是人间超越，是消灭烦恼，消灭爱欲。伊讲，这是无影的，我是最好的见证。看，我临盆在即啦。这是啊，基坛伊的僧团团体内底呢的人，
就是开始的时对我那种的爱，现在呢，因无要理睬，所以呢，我是被遗弃的，所以呢，在那个所在不断到处到处呢去做诽谤啊，那个城市的人，大家人呢，对佛陀这个僧团都起着疑心咯，开始啊，议论纷纷。当阵国王听到这个消息，就来到佛的所在，向佛陀呢来质问：是不是你的僧团有人做这种的代志呢？佛陀呢，默然不答。看看这些僧团到底有人什么样的动静吗？僧团大家人呢，看到佛陀不回答吧，僧团的人也是没人在那回答吧。忽然间啊，听到孙多里的声，吵吵闹闹啊，好像像发疯一样，对外面就进来啦。因为他真发狂的那个形态啦，所以呢，他拔到的这个东西呢，像这样，那个手啊，上去，脱落下来。那在这个东西落下来的那个中间，忽然间啊，这个女孩子全都静下来。看看这个场面，大家人，这种的默然安静啊。这位孙多里呢，在那个所在，安尼发露忏悔，就是讲，我是啊，感觉到佛陀的教法啊，这么正普遍，所以呢，心起到嫉妒，所以我来谤佛谤经。那一当阵。国王看了后啊，就问佛陀讲：“佛啊，你是不是已经早就知影你的僧团是清净的，所以你默然无要辩解呢？”佛陀呢，在微笑中啊，还是摇摇头讲。因果可怕，因缘果报现前呐，这就是最烦恼的一项。所以国王就问啦：“佛啊，这是到底什么款的因缘果报啊？请佛陀呢来给阮大家人开示。”佛陀开始就讲啦。过去啦，无数劫前啊，真久的以前，在那当中，那个婆罗那城有一位婆喜人，就是游手好闲啦，那名叫做净愿啊。那个时阵啊，有一位淫女。就是啊，伫咧卖色情的查某人，名叫做陆相。这个情感，甲这个陆相熟识啦，伊呢起着不轨的心，所以啊，就诱骗这个陆相。就甲伊同齐坐车出城去啦，一台车甲载咧，就一直呢往迄个偏僻的山区，伫迄个树那一个园啊，迄内底咧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啊，共享欢乐，即男女嘛。就在那个所在呢，就做到那个不规则啊，
一个经常烦恼的代志。但是啊，在这个园中啊，有一位修行者，已经是正辟机佛道行的人，他呢，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伊嘛是爱打工啊，爱出去外面去乞食，所以啊，这位修行者出去城内去乞食的时，哇，这两个男女啊，在迄个所在呢，哦，欢喜啊，欢乐啊，那了后呢？又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？所以呢，这位啊，情感啊，就杀掉了这位这淫女哦，陆续他就被杀掉去了。杀人的时啊，要安怎呢？所以真着惊。去当阵睁眼，就将陆相的尸体啊，给拖到一个辟机佛修行的所在，就伫伊个周围街，为一个所在，就是安尼给埋起来。所以呢，将安尼啦，这个睁眼啊，感觉做到这个代志。伊呢，心情未安，就离开迄个所在啦。后来，忽然发现着尸体是伫个这个辟机佛修行的地方，所以啊，大家人认为呢，杀人者是辟机佛，所以国王啊。就把辟机佛定罪判为死刑，但是真眼啊，做了这个代志了后，伊的心呢，一直一直都是真不安呐、啊，对家己呢是真苛责，何况呢，在这个城中的人议论纷纷，对一个呢。清净修行者，安尼会无乱，甚至呢，国王啊，国家判为死刑，所以，迄种内心后悔啊，迄种的忏悔啊，非常的痛苦，所以呢，伊家己下定决心啊，必定要挺身而出。向国王认罪，就是安尼啦，真相大白啦。国王就放得去了辟机佛，甚至呢向辟机佛啊赔罪啦，那就将这位正案啊判为死刑，这个案。就是安尼结啦，佛陀呢，把这个故事啊讲出来了后呢，他再向国王安尼讲：国王，你知影无？迄当阵啊，迄位正眼啊，就是我现在释迦牟尼。迄位陆相啊，就是现在孙道理啦，这就是因缘啦。虽然呢，这个、过去已经呢是啊无数千岁，真久，但是从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就不断不断的真长时间啊。这个因缘果报，安尼呢，伴随着我，
一直到现在，无数千岁。那现在已经成佛了，同样呢，那个无数千岁的业因果报，虽然这样对我生生直直来，生生世世让我烦恼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最后，这个意用啊，也报在现在。我现在是成佛，但是呢，还是呢，会去当着伊。所以佛陀呢，现在虽然已经是成佛了，但是呢，他在这个僧团中啊，这么正干净啊，确实呢，会当着阿弥的代志。所以，不管伊在外面安怎吵闹，是非安怎团呐，佛陀呢还是默然。伊知影这是义用啊，存落来的业报嘛，所以伊就一直呢保持着静默，无去甲伊回应。这样佛陀呢就向国王讲：现在呢，这代志已经是清白啦，在人人的目前，所以事实性已辨别。那国王听了后，就向佛陀讲：原来啊，这个因缘果报啊，实在是真可怕。佛陀呢，向国王就安尼讲：是啊，人啊，因缘众生，什么人无罪，什么人无过失呢？那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有过失啊。哪怕是我的过去生中，我也同款会安尼的无明啊。我也同款呢，会做到这种呢，恶业吧。虽然我已经呢无数劫以来开始发心修行啦，在咧修行过程啊，同款呢，这个业啊，也是同款安尼不断随对过来，所以亲像呢。咱人若行伫迄个光明，伫迄个日头照耀的下面呐，必定呢，迄个影甲你的形是相随的。你的人走到倒位去呢，你的影呢都到倒一个所在去。所以因果啊，是如影随形。所以佛陀再搁再甲大家人警惕，所有的弟子因缘果报，这是最好的见证啊！大家人的修行，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，开口动舌，举步动足，无不都是。在咧做因，然后呢，这个因也是种落去啦，人、事、物，等等都会变成了一个缘。所以啊，有因有缘呐、啊，那就会果报呢，不断不断连绵呐、啊，一直甜着你，连绵不息。所以各位，现在咱在咧修行，咱也是同款日常的生活，
无离开人事物嘛，这拢是旧的缘咯。那咱逐天呢所面对着的呢，就是起心。你起什么心呢？起一念的好心，那你就会当头结着一份的好缘咯。你若开口，会当头好机会教育啦，互人弃敌烦恼啊，那你就做一份呢，这福的业，这就是福啦。因为消除别人的烦恼，就是增加家己的福，这种的结了一份的福缘。或者是呢，有人伫咧受苦中，你会当无少辛苦去帮助伊，减轻伊的负担，减轻伊的辛苦。那安尼呢，你就做了一份的好缘，即好甲福啦。诶，这个缘呐、啊，就是伫你的人事物中，你的动作，你的动作呢？就是起伫你的心念，所以咱乃当头日常生活，伫种个人事物中，时时起好心，时时讲好话，时时做好事，安尼呢，这咱就加真保险啦吼，唔免搁再有迄个歹的业啊，拖伫后面伫咧甲咱缠，唔只是呢。来生来世啊，无有这款的烦恼的业来缠咱，反倒转来会当通甲咱助缘。不管咱要做啥物代志，有好因好缘啊，会当来助缘啊，互咱成就咱的道业。所以修行就是伫日常生活中。佛法呢，爱生活化，菩萨人间化，这都是我时时呢向大家人所讲的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